Hello， 大家好，网易时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Antoine Patrick， 尹浩宇。当然有，就是我那天来拍，在苏州来拍我们小小的，就是视频，对，然后就买了很多，比如说牛仔裤，还有外套、鞋子，真的有很多，对，在上海也是。我就特别特别喜欢，就是来买东西。然后我自己很喜欢买的就是，配饰，对，就是项链，然后胸针、戒指，对，这种东西我就很喜欢，每天需要戴。我很想是那种就是很疯狂，有很多很多的颜色，平常我就很喜欢穿不一样颜色的袜子，对，然后就是我想尝试一下，就是穿很多很多的衣服。其实今天我来这里就是来选很多很多的衣服，然后就尽量搭配，然后可能下一次我来就是可以尝试新的风格，因为其实在这里可以尝试很多很多的风格。天安门就是特别特别的好看，然后这个地方特别特别大。那天下雨，然后我们还是坚持要去拍，就是因为我真的很想去看一看，对，然后我觉得很好看，然后很有意思，对。我去过重庆，对，然后我特别特别喜欢重庆，重庆的就是风景特别好看，它因为就是应该是重庆的一个特色吧，就是有很多高楼，特别好看。我们那天去吃火锅，可以就吃火锅，特别特别辣，我就是真的特别辣，就能吃吧。我希望自己要从一个小朋友成为一个对成人，就是可以更成熟，可以学更多的东西，然后就希望好好长大。有一些写 melody 写旋律，还有就是写歌词，对，有时候晚上特别特别晚就要写一些，随便写一下歌，对。其实不用是一个人，只有张哲远一个人就是特别特别吵的，因为没有就是因为他就是会怎么说，会弹很多，会玩很多的乐器，所以就是他每天就是在学习新的，然后就创作他的音乐，对，很好玩的，因为所有人需要 like 照顾我，就特别特别好玩。我告诉你们，所有人应该羡慕我，开玩笑，就是对，就是其实很好玩，然后就所有人对我就很好，然后。如果我做错什么就他们就是啊，没关系。还有就是他们点餐我也可以就是试一试，对，中国餐面什么，对。就是其实就我晚上就看一看那个视频，还有就是读要怎么做这个，然后就尽量自己做，特别好吃。最近就是我没有学那么多的菜，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就希望可以学更多的菜，因为我觉得自己做饭也很好玩。一个成语，特别好的成语，就是你们知道吗？我来比斯特让我怎么了？让我比斯特就让我大开眼。因为你们知道吗？这里就是有真的太多太多的，就是好看的风景，好看的氛围，还有很多的店，所以就是来这里就是真的我这样，对。